讲全台湾有220万的散赤人口，互救助体系排除在外，就是一般咧讲的边缘户。即弱势民众，伫咧散赤线卡滚量，甚至要食一顿饱都有问题。加在社会上有一群人伸出着援手，把这艰苦人撑起来。因主动来提供着太阳餐甲爱心物资，让弱势家庭会当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啊，即卖毛未少曾经接受帮助的民众开始做志工，回归社会。继续着来看新的存款安怎伫个社会角落点到希望。给他一点自信，给他一点陪伴，给他一点肯定，让他可以真的从贫穷的状况摆脱。回归社会，自然而然好运会回到我身上来，所以我想要继续做。你现在需要的时候，大声告诉大家说：“哎，你现在真的是有需要。”但你有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回馈。这无到一点，店门还未开，已经烧散，有人喊过来。啊！那店头头家手是不用试试，头日日串餐点，一分一分好食餐点出炉，不过才用心料理的咖喱饭，头家赚无啥钱，是用来免费发送的爱心太阳餐。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现煮啊。他来领，我们就会给他，绝对不会让他拿不到。那是有需要，免提进瓶，讲一声，对当食到烧烫烫的咖喱，头家这份心意，起码真济艰苦人。我只有靠我老公一个人领那个劳保金啊，劳保金2万2啊，我租房子13000啦、啊，感觉说生活有压力啊，所以就是有爱心餐，所以就出来拿。我也是跟一个小孩住，一个小孩，我那小孩他也是没有工作，他也是有残障手册的，那这个很好吃，普通时都舍不得买，有这个爱心餐是一个机会啦。哎呀，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很感恩啊，伊拢有加。多一点菜，我有给他说不要加了，他每天都加。这道在咧新北永和街路的咖喱80年，提供餐服务就做6年，发送餐点正万分，最近嘛发到名声好惊吓。英雅爸爸写下：“请问可以给我2份待用餐吗？因为我2个小孩没得吃。”老板见状，马上多送1份餐，还有水果跟油饭。不少民众出手捐款，就连台语歌后江蕙也伸出援手，派人送上善款。那时候还被人家讲话，说什么在打广告什么的。一个祖先的行为，煞予人惊奇，甚至因为吃红领钱的人数哪来那多？被滥用，好像没有，没担心过哎。只是有时候做太多，因为有一次做到好像30份吧，但心里会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需要的吗？可是想想之后，隔天我还是照做啊。帮助他前，头家伯想伤济。那个阿伯还就跑来就说他有困难呐、啊，或者是说工作嘛，然后收入也很少。他说他这个月有困难，说可不可以每天来领？我说没关系，你就来啊。有的是无能力赚钱的老大人，有的是拄到生活阻碍少年仔，所以就算感觉真辛苦，头家嘛无想过放弃。是因为太忙了啦，然后我当下就哭着做啊，这样子。我有时候会告诉我自己说，他们真的是需要的人。来一个 VIP， 以前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啊，18岁又离家了嘛，然后也是工读生啊，然后也是。欠很多钱啊，卡债啊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也是月光族啊，然后薪水也没有很多啊，然后也是过得很苦啊那时候，然后我还跟同事借钱吃饭这样子。因为有小小的经历，更加动气，
新的信念也在这个家开始发酵。客人还帮我们倒垃圾啊，然后帮我们搬重物啊，不然就是这样餐的人他会投那个功德箱钱，投5块10块这样子。公司有赚钱，我就去回馈社会，那个好运会自然会回到我身上来，这是真的，对啊，所以我想要继续做。我觉得我们从名字上面，我们就期待有点不一样。我们叫做十爱银行。通讲的空间，真侪排列的会计啊，都在伫咧台北市大同区的这间十爱银行，伫要开始营业。商品呢，志工都已经先写好了有效期限，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它可以让来到这里的会员了解到得用多少点数来兑换商品。每个月会提供500点的虚拟点数给会员，那这些点数都是外面市价的1/3。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统一性的一个标准去提供一些物资给他们，那不如就让他们自己来选。他们来选，我觉得也是间接的告诉他们，我们尊重你的需求，我们是看重你的需要的。和传统的不足相比拼，这更加成超商来到这民众，未阁再是被动接受，是会当主动选择，得到尊敬的同时，添头的心买到有一个出口。像有一些独居老人，他们可能一个月不会跟其他人讲到几句话，那我们也就安排了很多我们的关怀志工，那他的工作就是来陪他们聊天，然后关心他们现在的近况。透过社福机构或者是地方里长转介绍，即马是爱银行的会员，也是以台北市大同区的周边为主，服务家庭33户，看起来不错。不过来到这，每一行都能得到满分的关怀。阿哥，午安，好，可以了，我们开始了，小心哦，前面有个阶梯。带太太来到十爱银行，今仔日是老大兄和七大姐的采购日。我哥帮你拿那个购物篮，好。午餐有吃的吗？午餐有吃的吗？有哈。我们今天还是有泡面，然后有米，然后罐头都有还有。对，看你有没有家里最近还没有需要的。他在同时按四张按摩嘛。然后疫情开始，在医院的小站，然后结果后面一两年都停摆，没工作啊，靠我只有一份那个在打工或是那个什么，低收补助，啊我后来又租车我，然后就在家里休养，最近快半年了，这样，还想有这个爱思银行，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好，我去柜台，然后帮你算一下，好。我们缺什么拿什么，这样子，这样就像小型超市一样，很方便的。不会浪费物资啦，对啊，而且我们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其实这边的东西，我们的点数换算的话，我一个月差不多可以省5000块。暂时失去讨谈顶着的阿宝两行，而且那得到物质的帮助，更加多是心情温暖。因为我全忙嘛，然后。一般的人不会这么热情，可是他们像阿贤还有一个妹妹啊，他们都会跑来找我聊天，一聊一聊很开心，聊很久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亲戚还是朋友那种感觉，好像家人那种感觉，很温馨。所以七大姐把这份温暖化作新的存款。他有做过义工哦，他去帮人家按摩，免费的推广。推广按摩，如果我们以后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是要来做帮忙的那个。他们刚志向的够小花姐。哎，小花姐。哎，嘉明今天没有来。嘉明今天在上课。在上课。我们在这边拿那个食物啊，还有一些物资，还可以做那个志工。为钱头发提不出，到即马加一志工，身为单亲妈妈的小花姐，生活险啊，却不知路。2008年3月份的时候就生病走了，
那时候小孩子才刚刚读幼儿园，先生在的时候我没有工作，在家里顾小孩，然后对台湾也不是很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自己头上。你这半天因为是爱银行出现转变，之前带着小孩子去公园的时候，有人居然叫我阿嬷，就因为自己的家事烦恼就变很长。他后来来这边之后，就自己的心态啊什么的都改变了之后，现在蛮开心的，也生活很充实。现在小华子也要把弟弟林雄接下去，想要让小孩子在得到别人的帮助的同时，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要如何让善者的人脱离原本的状态，是吃一顿饱的瓜，是爱金行的一大目标。在可能是比较被社会排除的一些族群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支持跟关心，给他一点自信，给他一点陪伴，给他一点肯定，让他可以真的从这个贫穷的状况可以摆脱。因为我从小就是受到这些帮助，我觉得我应该要回馈回来，有机会就帮忙。就会觉得自己也蛮开心的，别人也会觉得很开心。社会表格善的循环，其实比人想的更加紧。我们在谈的善循环，善循环，就是善良的善，还有一个月字旁，善始的善。原本在做科技产业的张学徒，因为看到需求，自己创业建立实物地图，连接付出者和需要者，让有限的主管会当更加好比利用。疫情前普遍大家都觉得是食物过剩，就是是浪费，但疫情之后才发现到说，原来食物不够的人这么多。食物地图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让想要捐赠的人或想要领取的人，它可以快速的去取得这个食物资源。那定位好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帮你运营到你的所在地点。规模跟那几个人的小企业，维稳这张遍及全台湾的大地图，全部的资讯化现现。到这么为止，已经收集2000多件爱心点计资讯，使用者超过5000000。不过张学儒唔那要解决无召唤的物件含销的问题，嘛要让这个概念传出去。清洁的那个大姐，就是儿子跟女儿，小时候是政府跟大家来帮忙养的。她说她现在小孩子上班了，那有一点能力了，她想要做一点回馈，她就捐赠了我们5000块钱。对，我觉得在收到那个赞助的时候，看到那个汇款记录嘛，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后一步，张学儒美含团队推出导游亲近校园，先有想法。当你发生的食物有过多的时候，或者食物有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可以有地方可以去求援的，或者有地方可以去做捐赠。需要时唔免惊求助，因为未来你嘛可能是迄个伸手给人斗三江的人。努力的大声告诉大家说，你现在真的是有需要，但你有能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回馈的。一份温暖人心的餐厅，一间充满关怀的点心，够有我互相的地图，互爱含善，点到社会黑暗所在。